非常用心。嗯，我多么希望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是，比方说是我们的年终成果展，然后它的标题不叫淘汰赛，是，那可能一切就会很圆满。哎呦，那你们今天表现真的都很好。重点，因为只有十位弟弟，所以呢，现在十位全部站在这边下来站一排。是我们今天这个操作模式会跟平常的淘汰赛。哇，这个场面真壮观啊！一次十位男孩不论表现好坏，一同站在场中央。这一次淘汰赛的结果会是如何的？怎么样？心情紧紧张，铁瑞？怎么说？就第一次这个这样的画面，跟以前不一样，对不对？对啊。你觉得你今天表现怎么样？我有尽力啊。哦。有尽力。完整的表演，小 T 嘞？小 T 觉得今天自己表现怎么样？我已经牺牲我的肚子，还有屁股，对，还有胸毛。我觉得我也蛮努力的了啦，那剩下就交给评审老师了。阿本呢？我觉得我们已经剩十个很少了，然后大家又真的很努力，就希望今天可以大家都不要淘汰。哇，这是你心里的愿望是不是？好，牙膏呢？我牺牲不小。哦，也是有漏点的部分。对啊，然后可是大家也真的都很努力，而且每个人表现都很棒。对，就以我之前看电视，然后就看下来，我觉得真的太棒了，大家进步太多了。尾鱼。就觉得大家真的越来越有默契，越来越团结。然后每一次谁走了都非常舍不得。是，对啊。然后至于我今天表现，我觉得我还要再肯定一点，再更加努力。我觉得每个弟弟都很棒，可是我们在一起，一起努力会更棒。哦，要一起进步的感觉，咦，很棒哦，虎牙。就今天没有跳到我很想要的那个目标。就是没有表现那么好，哦，想要再加油，想要再更进步就对了。耶，椅子舞其实是很棒的哦，后面有一点疲软了，是不是？对啊，没力。多多，诶，多多没有哭耶，今天，怎么样？今天大家都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的进步。嗯，那我自己我今天表现，我觉得我已经尽力做到我自己应该做的。耶，那就是要对自己有自信。要对自己有自信，没错，很好。哦，小兵，怎么样？觉得今天自己表现？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尽力了。嗯，对。然后后续发展就还是给评审决定。毛弟，消防员。就有尽力那个认真在表演，就好像有辣拍。哦，有一点辣拍，会不会紧张？是，也是平常心啊。平常心就好。耶，小马。因为今天表现还好，因为我失误，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精进自己的才艺，迎接每一次的挑战。真的哦，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十位，荣嘉，你觉得呢？今天这个 feel 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有一种恐怖的感觉，而且就是如果被淘汰了。麻烦徽章给我。是没错，这个事情是这样，因为淘汰赛毕竟还是淘汰赛，说明一个规则就是万一不小心被叫到名字还是要淘汰。但是呢，先不要走到这一步，我们先来这个讲一讲，这个被我叫到名字是安全过关，可以先帮我坐回去的，好不好？ safe 啦齁。耶，可以被叫回去的第一位是然后算是很有创意的一个表演。耶，怎么样？觉得自己松了一口气，不过我觉得等一下大家都会坐回来。有这个信心是不是？好啦，希望你的愿望可以成功。好，来，第二位可以被叫回去坐的就是当初学校，然后就不能常常跟大家录影。啊，不哭不哭，哎，被叫回去坐来哭，你看看。因为我觉得说，我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来录影，然后这些淘汰赛弄得很匆忙。
不会，我们平时还是觉得你表现得很好，所以可以让你安全的回去做了哈、嗯。恭喜伟宇，有过关了。他其实是很硬，自我要求也很高的一个人，所以他今天很紧张了哈。耶、yeah, ，第三位可以叫回去坐下的就是。的表现应该胸有成竹啦、啊，对不对？还是要再加油。哎呦，变谦虚呢吼！以前李哪吒那杀气比较没不见了，多了很多创意在里面吼，很棒。来，请坐，非常好。第四位，safe 可以坐回去我们位置上的就是虎牙，恭喜剪头发。Yeah.是不是有给你带来好运气？你自己觉得？去掉都没气。对，有感觉的感觉。也、yeah, 觉得今天自己表现，后面虽然有一点软掉，但前面椅子我真的是没话讲。有，其实练很辛苦。真的吼、哦，不会哭了吼、哦。很庆幸。也、yeah, 好，恭喜虎牙可以坐回我们这个弟弟的座位上啦。哦，现在。这六位弟弟里面，有人可以得名次，拿奖品，拿奖品，拿这个布条、荣誉勋章；有人有可能要离开我们棒棒糖。来先问一下哦，小兵现在感觉，觉得自己今天的表演如何？其实我今天表演，其实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然后也谢谢评审他们的那个对我的肯定跟赞美，然后我自己以后像是平常那个时间准时啊，或是尽量都不要迟到。对，其实今天小兵表演的部分真的是没有话讲，然后评审们也一致认为很棒，有唱有跳，是因为对在这个平时成绩里面他是最后一名，第十名的部分就比较危险一点了，希望今天可以度过难关啦。来小 T 怎么样，小 T 也是在这平常名次倒数第二名，会不会紧张？今天我觉得我还可以更好，还可以更好，还要再进步。来棒棒糖这段时间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学习团体生活，跟大家相处。这方面还要磨练啊，对不对？我们这个要先公布第二名的得奖者，先从第二名开始得奖。没错，这第二名就是剩下六个人，有谁能得名？又谁要淘汰掉呢？我说是我。没错，这第二名就是小马。恭喜小马获得第二名的荣誉，对于表现越来越好他来说是个实至名归的肯定哦，希望小马可以继续努力加油喽。这个第二名的勋章给他戴上耶、yeah, 恭喜恭喜。还有我们 Lacoste 的名牌包包，哇，荣誉的徽章耶、yeah, 是第一次背吗小马？哇，恭喜恭喜，奖品很好耶、yeah, 来蓝布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什么小马是第二名。我觉得其实有，如果有在收看整个节目的人，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得出，因为我们其实在除了看本身的表演外，经过那么多次的淘汰赛，小马的蜕变包含他在一些应对上面，包含在努力的部分，我觉得看得出来，包含他去练舞的时候，我有看到他很努力的练舞，然后包含他，我觉得最好看就是他离开教室的过程中，然后都是汗，然后背着自己的行李，然后拿着鞋子，我觉得我会觉得一个认真的人，他有散发一种无比魅力的光芒，我觉得他散发出来了，很棒。哇，叮叮叮叮叮叮，因为小马他平时成绩也是第二名了，分数非常的高了，所以是真的表那个私底下跟台面上都是模范生，然后本来有点担心哈、哦。对啊，来讲一下第二名的感想。本来想说应该不会得名吧，因为今天有失误。还蛮严重的，因为我也很担心那个帽子接不住，但是还是没接住了。所以但是后来还接得上，真的很谢谢
很感动、嗯、然后也很谢谢评审们、嗯、Andy 哥借我外套然后棒棒糖所有弟弟们阿本 Terry 大家都是真的一起奋斗到现在从开堂没有他们不会有现在我真的哇想法真的他们六个也是我们的目标学习目标对真的、嗯、那六个不在的弟弟啦他们就是有外物他们不用参加棒棒糖但是呢这个淘汰赛呢虽然没有他们你们就更有机会可以 shine on 对不对哦，散发出你们自己的魅力出来不过他们下次回来说要小心点哦老下挑战书啦